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咪 Paul Mark Carmen 啊，咁今日咧介绍大家新品啊 ，Sleep Switch 啊，呢个 Pipe Gel 紫色嘅，你睇好靓。咁咧继爆水啫喱之后咧，又一新品啦。咁呢一个咧同爆水啫喱个用法一模一样嘅。咁呢个咧就针对弹性，爆水啫喱针对水分，咁佢都会补充弹性嘅，因为两个咧都系有白藜芦醇嘅成分嘅，呢只新嘅都有嘅。咁咧呢一个咧就会用咗植物嘅。嗰个叫胎盘啦，咁同埋维他命 E 啊，嗰啲一啲同埋白藜芦醇咧，抗氧化比较重啲嘅，咁同埋咧佢最主要水分嘅，咁呢一个咧就用咗呢个苹果干细胞啦，咁亦都有薰衣草嘅，咁譬如咧佢啦，第一啊去做弹性啦，同你修复翻你受损嗰啲细胞啦，咁你嗰啲弹性同埋咧更新得快啲，好啲，靓啲嘅，咁另外咧佢嗰个薰衣草啦。咁譬如有啲人咧，可能有啲粒粒啊好啊，或者水油分泌唔平衡嘅，譬如咧 T 松好油，块面好干嗰啲就好啱呢一个啦。咁咧去平衡翻埋你嘅水油分泌啦，因为佢个有埋个薰衣草精华啦，佢都有维他命 E 嘅，系啦。咁呢一个啦，一模一样做法，咁搽面又得，攞嚟敷又得，系啦。咁咧按面又得。咁最好咧攞嚟做机添，系啦。如果你用有超声波或者好似买咗拉皮机呢啲，你咪可以攞嚟做咯。点解成日叫人哋拉皮机？其实你问咧，啲人成日问我啲问题，精华好啲啊定乜嘢？用精华咧，当然系绝对冇问题啦，更加好添啊，因为个浓度仲细啲。但系咧，因为如果有啲人皮肤好干嘅时候咧，两下咧你就用晒啲精华噶啦。咁我建议大家咧用下呢啲 gel 状，因为底好多噶嘛，300ml 噶，你睇下咁大盎。咁啊，做完个机，等啲皮肤冇咁干，先搽啲精华咧。咁你就冇话一次过做机用精华索晒佢咁样，因为有人同我讲一次过用咗5支精华都有噶，即系譬如可能我哋有啲譬如可能啲水光针啊、嗨芙针嗰啲咧，真系有人系咁，有啲客同我咁样讲嘅，咁所以介绍呢啲 gel 俾大家用，咁大家可以试下啦，系啦，咁就300ml 大大盎，呢、這个真系好香哦，超香啊呢、這个啦，你睇下几靓，今次呢、這个。系啦，可以试下，我觉得唔错质地。我两搽完喺手咧，好滑啊个手已经即刻。好啦，今日介绍咁多啦，多谢晒，拜拜。